想说什么呀？我发现你最近又开始喝酒了，是不是为了你太太的事啊？其实到今天你都还没有告诉我你太太是怎么失踪的。事发那天刚好我放假，我就陪她去逛街买东西。你在家里的鞋子最少有十多双，你现在还要省一点吗？不同款式的衣服配不同的鞋子嘛，这个你也不知道真是。是你每次都说配这配那，你的信用卡都先爆了。我又没有用你的钱，那么啰嗦做什么？哼，不用我的钱，那你的钱哪来的？我又没有跟你借。是你没跟我借，那信用算不算？你